大家好，今天来 COS 逛超市，顺便买我在超市里喜欢的面包。这些全部都是 Bread Top 家的面包，最喜欢的这款卖完了，还有这一款奶黄的也很好吃，小伙伴看到可以盲买成不期。超市打折截止到周二晚，来看看今天还剩下什么味道的。另外两款又优的也卖光，这卖的也太快了，还剩三个先拿下再说。这款果酱的软糯甜蜜，好吃好吃。这款椰蓉面包里面是满满的椰蓉馅，馅料成不坑我的完美代名词。这款的口感是那种蛋糕的感觉，走你的吧。香芋味的面包里面有满满的香芋馅，而且馅料没有那么甜，就是不甜。剩下这两款有一说一，我真的没有试过，你们就看着来吧。来看看今天的战利品，蓝莓果酱被我包圆了。温馨提示，这一系列的面包保质期非常短，建议大家随买随吃，不然过了保质期就会很尴尬。一共消费21刀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拜拜，明天见。